秘书长请。喂，你好。你好，我觉得有几个观念，我们军情同仁大概要体认一下。虽然当时很多委员在质疑啊，两岸这个 ECFA 搞到经济上啊水蜜里调油，你要晓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来往也好，敌对也好，冷战时间美国跟苏联呢，几乎要到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呢，那外交没有终止啊，经济没有终止，但是他的中情局、他的国防部是24小时提防的对手的，所以今天中华民国的状况也是一样啊，不能说啊，我这边意识形态的敌对就把所有的什么活动都停止了，这是第一个观念，大家要把弄清楚了。第二个，我觉得今天造成这个条例，我们几个提案这个东西，就是当时军情局有一段时间叫做便宜行事了。今天你用台商去当情报人员，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事情。第一个，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第二个，没有经过坚毅个性情报人员个性的养成，你被抓的时候你还有什么不供的，对不对？第三一个，你也没有完整的制度，就是说这个人出事以后怎么办？所以这个我觉得在道德上，军情局要负到这个责任了。我希望从今而后，不再运用这种业余的 amateur 的这些人去干这种事情。第一个，没什么效果；第二个，失事了你颜面难看；第三一个，你对他的后续的复续很难做。这个观念，我想军情局能接受吧？是。而且你今天要定下很严格的规定，今天你要人家付出这么大的风险，你就要在他身上做事前做好足够的投资，事后做好相当的复续，是，要不然谁敢替你卖命呢？今天这条里面还差一点，我希望将来把它补起来。对这些失事的情报人员的表彰表扬，不能说哎，我关了门在里面开个追思会、开个纪念会，错了。你今天看所有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对他的警察、对他的军队、对他的情报人员，不管是真的故事也好、假的故事也好，他给人民塑造出什么？这是一个英雄的形象，是为国家牺牲的对象，所以他的部队士气更高，情报人员士气更高。我知道以前你们总统、军情这些老的情报员是自己关的内部在里面，是在追悼或者纪念。其实你只要跟你现在的情报工作有过5年、10年，没有再会牵连到现在的话，就应该拿出来有一笔经费，有一些活动来纪念这些人。第一个，可以让人民知道你们的工作价值；第二个，让你的工作同仁有愿意为国牺牲的。这个做得不够啊！今天我们看中国大陆给我们搞的统战的，不管是戏剧，不管是他的国庆活动，把他的人民解放军、他的地工人员，我不想你们，我想你们看了很多吧，是，对不对？说的跟什么似的。事实上，我们这边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并不少，但是我们的相关单位，包含军情局、包含国防部，自己都不承认、肯定自己的历史上的地位，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今天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军职人员走在马路上，走路没风啊，躲躲藏藏？你自己不肯定自己吗？自己的历史被人家篡改，战史被篡改，你的英雄事迹被篡改、被抹灭、被抹杀，居然没有一句话。所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你自己不重视这个，人家怎么会重视你呢？我们原来是正统的中华人世界里面的中华民国的法统的正统，现在怎么只因为你大小的区别，变成我们变成旁支，变成偏安，变成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虽然每个部门都有问题，但是军情局特别要做这个事情，要不然你怎么去让你的后面的后期的这个情报人员前仆后继的为国家做牺牲？第三一个，交换俘虏，这是国际上通行的。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跟陆委会申请一下就列不列入议题的问题，这个可以透过人权、透过普世价值。因为早期台湾的情报员，我在特种部队服务过，
我们以前的先贤有时候下去就被剥皮的，他们非常残忍的，对情报人员绝不松手的。所以你要扭转这个形势，就要趁他今天变成和平卓起的大国，你就应该有泱泱的风度。所以军情局在这上面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不是说我列入陆委会讨论的议题就完止的，所以你要从很多个地方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才能把你自己过去的同仁给救回来。所以工作不可以放弃，也不是说我今天行个公文，陆委会两岸列入议题就完了。你今天要趁他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死要面子，对不对？那你今天如果能走上现代化的大国的话，对情报人员关满多少年以后，应该做予人道的释放交换，这些都可以做的。我觉得军情局这方面没有 idea。 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公务机构，你今天看美国的 CIA 做了多少，他还影响别的国家政治呢。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赞成这个条例通过，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精神能够贯彻下去，很多做法上的贯彻下去。当年嘛糊里糊涂啊，没收小金库把你们那一大笔钱弄掉，今天就藏到后遗症嘛，公款法用嘛，那个法将怎么看，那根据情报人员要怎么用，天差地远，对不对？我希望以后不要犯那种错误。那种不正当的政府你要有抗压性，要不然你来做。那个扁政府那个时候什么钱都挖，连这个钱都挖，挖到今天，所以今天这些救济的钱都拿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军情局啊，要有自己工作上的专业，要同时树立你的权威，要不然的话前面搬的砖头今天就砸你的脚嘛，这个很明显的嘛。以前老一辈的情报员死伤虽然惨烈，他覆序不会断的。现在讲得好听，收归给国有了，你要我给你，现在还你要他就不给你啊，什么在职不在职的，情报人员算账的时候还给你算的，起职哪一天，那你一出事就宣布退伍就好了，对不对？没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军情局上下同仁啊，把很多观念要导正过来，要更积极的去做，你觉得怎么样？我想委员您的指导我们会谨记在心，不光说安全局，我想包括军情局在内，对，通通在内，是在内，对，都会谨记在心。不要，今天讲完了，你就是谢谢委员指导，回去就列入档案了。不会，对不对？我觉得你要把士气做起来，就是这样。是，要不然没有士气嘛，大家奉公等于奉旨，写篇作文交上去也是情报报告，反正没人给你验收嘛，对不对？是。